拜托你了，朋友。互相分享一下这几天的感受吧，一天一天说。第一天，我们去了，哦，早上互换了人生，但是没想到换了这么久，咱们第一天就兵分两路，对，去做。做各自的事情，一个人探店真的还蛮累，就是每次找不到东西的时候都要打开手机然后去找地图检查什么的，很辛苦。然后就下午就骑了摩托车吧，我觉得骑摩托车还挺不错的，因为摩托车是我们之前就蛮想骑的嘛，嗯，对吧。然后晚上就去做了傣族美女嘛，很漂亮，但是说实话当时没有怎么拍够傣族美女，因为时间太着急了，就没有怎么好好的走走逛逛，拍一些漂亮的素材吧，就觉得挺可惜的。毕竟换上了这么漂亮的衣服，明天还可以再试一次。对，明天下午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再去拍一拍漂亮的衣服。然后第二天我们去了象谷园，嗯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觉得那是你最开心的一次吧。对的，所以我要因为你很喜欢小动物。对，我觉得大象真的很可爱。然后就是我以前很小时候很喜欢看《动物世界》，就像我说的那样，我感受他们像人性的美，就是我很喜欢动物有像人类的那种行为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它和我们百分之多少的基因都是有点相似的，就生活在同样一个地球村。然后我就会很想观察他们的身体啊，然后习性啊，然后看到大象的皮肤上面还有皱褶，褶皱给那些小虫虫住。大象太有大爱了吧，但是它可能是不是因为皮厚没有感觉呢？对的，但这也是一种就是自然的那种生存方式。对，就是，而且它们的毛很长。反正我就是觉得近距离的看动物还真的很不一样，不一样的，还喂它们了。它用那个卷卷鼻子卷我的手的时候，我好像在跟它握手会，把你的手臂都卷了一下，我好幸福啊。对的，有一种和最喜欢的东西接触的感觉，很不错。以后就给他安排一个动物之旅。对呀，我想去进到那种山里面，全都是动物，还有黑猩猩，呜呜呜，那种很不错，就是那种动物园，那种的很好。对，他的最爱。我喜欢的话，我就会喜欢特别明显；我不喜欢的话，就会喜欢不喜欢的特别也特别明显。他喜欢那种蜘蛛啊、蜥蜴啊那种。对，说他自己在家里面养的那种。不喜欢。跑走两个小时还一模一样的那个泥地，没有，都不一样了。爬到往上面的时候看到漂亮的风景，就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干嘛？哦，我们昨天晚上还在那个天台上面真心话聊天，是真心话聊天吗？就我觉得那个景色真的很漂亮，但是就是实在有点太冷了。如果不冷的话会更好，但是。就很少看到有这么漂亮的风景吧，就晚上就特别空旷，而且没有阻碍的东西，就挺好。对的，对，很不错。然后就是杨姐她觉得人太多了，无法说出真心话，没有办法 real talk。对，就是她觉得人很多的情况下，她就没有办法说很多东西，所以我还是懂她。所以昨天我也就开始一直噼里啪啦在讲，在后面被确实是没有给我留话口。下次我就不讲话。那也不是，对，适量就好了。从现在开始。然后今天啊就过完了。对啊，昨天晚上就讲完了这些干的事。没有，今天，对啊，今天的事情呢？今天没讲呢。今天干嘛了？明天去徒步雨林。好，这是我最快乐的事情，我来说吧。今天我们就是驱车40分钟来到了徒步雨林。我本来是以为是那种真的是有水可以走的水的那种，然后哇，看到那种大自然的风光，可以那种在那个河流上面荡秋千的那种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嘛，我们今天只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，但是那个山路也蛮崎岖的。虽然我跟他说很像广州的白云山，但是他说广州的白云山很好走，完全没有这样用双手双脚在那爬，而且累了还可以坐缆车。对，但是这里就没办法，就是你上也不是下也不是，你累了就只能站在那儿，然后很多小虫子小蚊子。但是我觉得挺有趣的，就是吃那个芭蕉啊，那是我最开心的事。对，就是他把它卡了，然后吃里面心那个水就很甘甜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它就是香香香的，有一点。对，而且它的拉丝，
然后因为我也是在那个纪录片里面看到那种当地人吃这种东西，然后我就是很想美美体验一下，然后就体验到了是吧？那对的，如果我们在丛林里面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我还是很愿意尝试的。就比如说他之前说里面有没有蘑菇，但是现在不是蘑菇找生长季节吗？对啊，希望下次可以在适合的季节来，下次希望七八月能来一次嘛， 对吧？啊！而且我穿了那个，我每次体验一个当地的东西，我体验还要体验当地的鞋子，军旅鞋。明明体验了那个大象园的胶鞋，那个爬山的军旅鞋都给我体验上了，而且是那种真的是那种迷彩绿色，然后就是觉得它很贴近那个地，然后走的时候脚趾都在抓地的那种感觉，我现在都忘不了。现在脚还痛吗？对，因为要抽筋了，因为我们爬那个抓住它，我要像那个脚趾一样这样把它这样子抓在那儿，像个蜥蜴一样爬上去。哦，我们还体验了做包烧啊，那个也很好。我觉得那个金针菇好好吃，嗯，对吧？嗯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嗯，而且发现我那个就是说那个切菜的样子还可以哦，就是之前没有尝试，主要它那个刀真的很好切。确实啊，就是不能怪我，就不能夸我，就要夸刀是吧？不是，你切的非常好，主要是我们家里面那个刀真的太钝了，那个刀真太好了，对，这个刀真的很不错。嗯、我每每把拍下来回家，打算新购入一把这个牌子刀，嗯、广东阳江，是什么刀？哎，广东阳江。想去吗？心情方面呢，也是就是累上就是加累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有的时候真的走累了，就有点想发火，你知道吗？累到想发火，但是看着他那么开心，我就是觉得，就是会觉得人总是就是会有开心的时候，就是要陪伴彼此。做自己可能不想做的事，他也陪不过我做他不想做的事情，就是要互相去成就，互相去陪伴的，所以就忍住了。然后会觉得和他在一起的很多时光都很不错。而且也很难吧，如果下次再来的时候也不会是一样的路线了，所以就是每个旅程都好好记住了。感谢手账让我记住了这个旅程，以后回去多多写手账吧。但是不会，但是我是觉得它还可以。对啊，对，这很不错。现在回忆起来是还不错。然后我觉得这次旅程都很特别吧，因为就是尝试了没有尝试过的东西，也做了很多没有做过的东西。就刚刚像杨姐说的，如果我们经历过了这一次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可能不会再走这些路线，而是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。所以就觉得就很美好的回忆，而且这一次我们参与过的所有东西都有全程记录下来，哪怕是我们以后再回看的话，都是一个很美好的感觉吧。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难，就挺难受的。这段他这几天就一直不舒服，就感觉他就是为了不让大家或者说这个世界扫兴，也不为了让自己开心，不虚此行，所以他也做了很多努力。从来没有吃药吃的这么积极，对吧？但是到阳现在有点开始，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了。昨天还说我是美美的，是能防住所有东西。我前两天说我是天选之人，敢说点自己。他快点好起来，大家都要好好注意身体。真的对的，健康真的很重要。对。所以我也觉得特别感谢你自己之前的坚持。对，我觉得。对的，我觉得大家也是，就大家都很不容易，因为工作的人很多 staff 都是那种倒了然后再站起来的那种，对，就是大家病完然后好一点了就立马起来继续工作的。我觉得最感动是这一点吧。对，大家都很不容易，真的。希望我们明天就可以结束了，可以回去大家美美睡觉，美美的好好的休息一下，不要让自己太累，真的。下面一个环节就是无信件了，看看谁写的比较长。
他说妈你要空格、哎、一行，哎呀真的是，但我的字写得很窄呀、啊、我也很窄哦，说吧你读吧还是我读，你说吧。兔羊姐，旅游已经接近尾声啦，这几天真的很不容易，第一天很开心快乐，说了两年的西双版纳之旅终于可以过来了，美美的穿上我们梦中情衣傣服，好开心，还骑了摩托车，虽然你的车技有待提升。第二天去了野象谷，能感觉到你真的很喜欢小动物，眼睛都发光了。说实话，晚上天台是我比较不想面对的，虽然我自己都看不懂虽然我们经常聊天，可是又没把一些话聊得很通透，虽然还哭了，知道你当着很多人的面不敢说太多，你也没有这个习惯，回家你可以偷偷的告诉我，今天去了雨林，我偷偷告诉你，加油今天去了雨林，这是我最期待的项目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完成，真的很开心，虽然我们八年去了很多地方旅行，可是这一次应该是最不一样的最不一样最特别的最有意义的一次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以后的每一次旅行都能和你一起度过， from 心。嗯，那我啦，好 Hello 我的好舍友，哈哈，我感觉这次的西双版纳之行真的好累哦，但是爬山的时候感觉你超级兴奋的，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就再忍忍吧，因为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出来想这样看看大自然了，还记得你疫情时候在宿舍非常寂寞的样子，我心里就默默地想一定要把你带出来一次，所以也希望这次旅行你可以再尽兴一点开心一点，但是每次都很安慰到我的是你总是在我身边，有的时候我总是会迷路，你会拉着我的手总是走到目的地了，我只要什么都不干就可以了，怎么写到这儿手有点酸酸的，太久没写字了真的，哦原来是爬山了，我已经你用双手用很久吗，我已经习惯了有你的日子，所以如果没有你我会怎么办呢，每次听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嘴硬的回答，人没有谁都会一样好好活着的呀，哈哈哈，但是坚强背后的我其实内心还是很慌张的，嘿嘿，我真的很难想象没有你的日子，可以一直在我周围吗，我会保护你哦，在心灵上保护我，我在那个、那个叫什么躯壳保躯壳，没有坚强保护你，对啊，要啊，来给你交换信件，本来是就是说这次旅程杨姐会写一首歌，然后阿欣会剪一个 PV 出来嘛，但是因为知道这次也觉得大家比较辛苦，然后呢那这首歌和 PV 那就三月底的时候交给我，然后我已经有想大概想到风格了，对，就是会温暖一点的，因为我有点记不住，我每次唱完了我都要录下来，我说能不能融入一些大自然的声音，比如说我们踩那个树叶青蛙的叫声，我有两个备选，然后一个是很温馨的，一个是比较悲情的，那个悲情里面就有鸟叫哦。但是我心里想我们总是写那么悲情的歌就不太好，我就想这次的话想要写一个温暖一点温暖的歌，而且我们不是拍了一些片段就比较开心的那种很唯美很纯洁的感觉， 对的，我听一下啊，它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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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路手牵手走在雨林中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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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 know you should know, I know you should know, 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这种的温暖的，比较温暖的感觉。你怎么不鼓掌呀？
们还有四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能让你们的友谊维持八年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有什么都会说出来，就相信自己都是对方最重要的。对，而且我们吵架就都会很快解决吧，虽然每次都是杨先主动说。对的，有很多吵架是都是我噼里啪啦一通乱说，然后他就这样子问我说，我说你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？死鸭子嘴硬，没事你说呀，不不不，我要跟他说，他默默流泪着，然后最后爆发，我说没事的。就是这样的，这就是全部。每次就是两天吧，两天的时间就好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就是虽然我们还是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，但是他在我心里的地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没有人可以到他那个位置，就是给我的感觉，就是会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位置，就是一辈子都会是在那个位置的。我觉得杨姐虽然有时候不说话，但是她真的很维护你。那天晚上就是第一天晚上我们录制时候，哎，我当时也有点怕，我就问说耶稣可以不会跳吗？然后当时杨姐就他不会跳了，然后我这个人就是从这些小细节我都能感受到。对，然后第二个问题，你们觉得朋友的意义在相互依靠，知道彼此的内心吧，不用说很多，用眼神就能知道对方想的东西。嗯，对吧？是的。那你觉得我现在在想什么？你现在想赶紧回去？不能知道，从你眼神我能透露出来。这是又很累，我疲惫了，辛苦难受。我现在能够体验到他前两天的感觉，就一模一样的那种感觉。真的很难受，当时真的很痛苦。对，对的。那我们就抓紧下一个问题。好，你们觉得青春的模样应该是？该疯的时候疯。收放放肆的吧，对，什么都该体验一次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这饭是热的，这芒果是凉的，他们俩很 match。我其实是打算来有一个任务的，就是我要安利一下我们是干嘛的。上去那刹车呢？刹车就是这样，这里按这里。那这个呢？这是方向。哦，对对对，打工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间。你看，你说你敢，你一个人都不敢搭讪。我就以白水代酒，为您干杯。我再也不想来了。小心手。原来做饭如此简单，就是把想做的事情都做一遍。觉得就是最疯狂的样子。那最后一个就是拜托你啦，徐阳、张欣，今后怎么怎么样？一个填空，你们跟对方说。拜托你了，张欣，今后也不要有病痛，然后要开开心心。拜托你了，徐阳。我没说。你继续。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前段时间很担心自己的健康，然后他跟我说过很多他的担心，那个时候他真的就是很难过，我就希望我能够把自己的健康分担一点，然后让他开开心心的，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能够完完全全体验到那样的快乐就好了。对的，但最重要是注意休息，我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，我和他们都是。因为那天晚上我在房间爆哭，因为杨不是去采访嘛，然后我就当时打电话，就是身边没有人，我打电话给吉雅，我跟他说，我说我放手太难受了，我顶不下去了，然后他说没事的没事的，后来就吃药了，就好一点了，第二天就好很多。对，然后杨那天晚上也一直在照顾我，让我吃药，对，就好很多。都会好的。对，希望就是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吧，就是因为有健康才有更多的一切。对，是的。要到我生日，拜托你啦，许阳，玉主，希望你今后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，然后无论以后去到哪里，我永远都会把你摆在第一位，跟你分享吃的好玩的，也希望我们以后能够住在隔壁，家门的隔壁，
每年新的一年打开门，就是说能跟你说新年快乐，每到重要的节日的时候可以一起点亮圣诞树。嗯，对，就是最快乐的时候。有不开心跟难过的时候，也是一打开门就能跟对方分享那种，是那种面对面的，而不是只能通过手机交流的。对，好，嗯。然后下面我们就要发布我们整个综艺节目的最后一张人物。好。啊，我腰也开始痛了。那就是发烧了，下。张欣同款，张欣同款真。兔第二届最佳拍档年度总冠军张欣许昂玉卓，感谢这趟旅行中为你们为我们带来绝无仅有且令人感动的关于青春、关于陪伴、关于友情的模样。在节目录制完成之际，请你们前往一楼，在这里留下一些最后的回忆吧。怎么老是改记吧？是 rapper 吧 ？From 爱你的导演组。好，yeah. 这里还有 keyboard 架子鼓，架子鼓，它可是感觉还有两个座位，什么意思呢？但是为什么只有一个麦克风呢？因为我们两个要贴在一起唱，这样子唱，这样子贴贴唱，来吧，坐进去吧，我们展示一下，可以唱一唱，在公演，我们之前很想就是在那种这种。地方唱歌很难得实现了，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唱一次吧。入座。好。呼呼。哇，好兴奋哦！开心子。感觉又接触到了其他的舞台。新的样子，就是从来没有尝试过的。Hello。呼呼。哈哈哈。真不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心里痒痒。呼呼。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唱第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在这个喧闹的世界》。加油！添加一些生活感。敲击声，一声一声触碰的不是真，压抑的情绪肆意生长，渐渐开始扩散，无法反抗，只是全空空荡荡，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呀，感受我。给我们不要全部带走，怎么的世界之大，却容不下孤独的你和我，无人的夜空之下，紧靠着的双手，我们通过的痕迹，经过被揉乱怎能复分，人心的离散被拉扯成样板，说什么都说不算，谁执着让谁不安，重复伎俩不断，你想要的答案偏给谁，又能控制谁最来后外遭受伤害，要是安抚不会醒来，依然心有晴天，就算暂时被乌云覆盖，风暴我不离开，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呀，感受我，别让我被流言蜚语带走属于我的信仰，还给我能不要全部带走，怎么了世界之大，却容不下孤独的你和我，无人的夜空之下，紧靠着的双手，我们透过的眼睛，你的身影颤抖着映在我眼眸，你不需要担心，我一直在守候，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呀，属于我的信仰，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呀，感
别让我被流言蜚语带走属于我的信仰，还给我，还给我们，不要全部带走，怎么了世界之大却容不下孤独的你和我，无人的夜空之下紧靠着的双手，不后悔的约定。尽力了，哇！怎么没人鼓掌啊？除了我们，怎么没人？谢谢，舞台需要掌声，谢谢，掌声，这是我的兴奋剂。第二首歌是比较纯粹一点的歌曲，然后等一下我找一下歌词，我们只能唱两首哈。如果还想再听的话，请来那个嘉兴路267号星梦剧院。马上就要出发去看演出了，期待吗？心情如何？
的心情应该是说太早了，我好想睡觉，是吧？哎，杨姐早上都已经开始不想说话了，困意来袭。主要是太冷了，等会天气再温暖一点的时候来应该会好一些，现在就是有点太冷了。你看这个山上除了我们都没有别人了。给你穿。不必了，他会说我又躲在他的后边了。我这样子给你穿。没事，你就习惯了，没事。所以它太阳升起是应该是7:48，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7:37，马上了，差不多了。不会，但是就是说你跟那个不同的人看不一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看就没有人拍照，是不是？没有关系，原来我只是个工具人。没有啊，我是说两个人一起看的感觉跟一个人看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当然不一样了，你可以跟隔壁的人分享，一个人看就哇结束。怎么还没来呀？对方你们的旅行首选吗？旅行伴侣首选吗？是啊。我的韩国之旅，但之后可能不是。因为这一次旅行都没有吃到几顿好菜。都是一些凉菜。好难过呀。哎，我第一天推荐给你，你不是很开心吗？就那一天，就那一顿。果然我选的还是好吃的。哦，我刚刚发的那家也好吃。剩下的就是爬山漫步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去动物园看很快乐吗？那个是快乐的。那也不就这几个吗？好吧。对吧？那我觉得太阳可能这个景到这里可能那个啥比较亮。好，太阳拜。很期待，很期待，期待对2023年的期待。